藏好了。弟弟可要快点儿，妈妈就要睁开眼睛了。妈妈，我藏好了。妈妈，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哪儿啊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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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原来是个梦啊。妈妈你在哪儿啊？弟弟好想您呢。是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哇，你好能吃哦。这只是很平常的水平了，我高兴的时候能吃得更多更多。我的天哪，你的胃口真大。你的东西真好吃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我叫 TT， 你叫什么呀？我叫祥云宝宝。祥云宝宝？哦，是天上飞的云彩吗？是啊，天上飘的云很多，但是能成为祥云的却很少。那你到地上来干什么呀？我是来玩的。天上都玩腻了，人间有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多好玩啊。你是来玩的，太好了，我来陪你玩吧。好啊好啊。小丑哥哪儿去了？一晚上都没见到人。小丑哥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去天上了。小丑哥，你去天上干嘛？昨天晚上乌云密布，看来并不是自然天象，而是天上发生了变故。变故？天空中有一个专司赐予幸福的家族，名叫祥云家族，他们的首领名叫祥云之母。而从昨晚的异象来看，这个祥云之母很可能把她的孩子丢了。如果丢了会怎么样呢？祥云之母爱子心切，就无法专心赐予人间幸福。而天空中专司狂风暴雨的另一家族乌云家族，一直想取代祥云家族而统治天空。如果这件事成真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帮助祥云之母找回她的孩子。我们一定要找回她的孩子，但是她的孩子去哪儿我们怎么知道啊？
从昨晚祥云之母呼唤孩子的方向来看，他的孩子应该落在我们周围的街区了。那么好，我们一定要找回祥云之母的孩子。我们这样漫无目的的找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嘿，我有办法了。这是幸福探测器，因为祥云家族的人会赐予人类幸福，只要用幸福探测器探测幸福指数，就可以找到孩子的下落。啊，那我们赶快找吧。看来这边没有他的踪影，我们到更远的地方去吧。好，那里是正屋，爷爷和奶奶住在那儿，那边是哥哥一家三口住的地方，那边是姐姐住的地方。你们家好小哦。小？很多人家都没有我们家住的大呢。我的家可比这里大多了。嗯，比这儿还大？你的家住在哪里啊？妈妈说整片天空都是我们的家。哇，那真的是够大的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在你妈妈身边呢？妈妈总是忙着她的使命，都不陪我玩。别说不高兴的，我要去玩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。还在呢，真是奇怪，怎么没影了？啊！你有什么事吗？你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这就快到家了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帮你送到家里去。回来。真是多谢你。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些东西提回来。不用谢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你这孩子真乖，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哎呀，我让你助人为乐，你还不高兴啊？是不是你在搞怪？这样搞突然袭击，任谁也吃不消的嘛。我也没有办法。赐予幸福是祥云家族成员的天性，很多时候是不由自主的。哎，好在你的天性是帮助别人的，不然我总是要闯大祸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让你们捉弄我，这下我可逮到你了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谢谢你，替替，多亏了你帮我搬货。小事一桩，我替替就是要以乐于助人为己任的。不过我很奇怪，那么重的一包货你是怎么扛得动的呢？就是我爸爸扛着都要歇一歇才能扛得动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一步了。我今天好高兴啊，见到很多人，见到很多没见过的东西。我也很高兴，很多人都夸我是好孩子。从前没人夸你吗？没有。
我遇到你真是太幸运了，让我们永远的做好朋友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来。有结果吗？西边都找过了，也问了很多人，有的地方幸福指数很高，但是找人打听都说没见过，还有几个人说我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。看来分头找还是找不到啊，怎么办？这个孩子是不是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？再远一些咱们就扩大搜索范围了。你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休息吧。原来就在家里呀，千万不能让他跑了。哥哥你干嘛呢？哎，上面显示指数很高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弟弟，棉花糖好吃吗？当然了，好甜的。恐怕他不在这儿。这个指数那么高，怎么会呢？也许对小孩子来说，好吃的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事了。那我们只能出去再找找了。哥哥慢走。他们走了。他们要把我抓走，快把我藏起来。等等。弟弟在哪里买的棉花糖？周围哪儿都没有卖的呀。还有刚刚那堆棉花糖，弟弟舔了半天早应该化了才对呀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注意到？快回去。等等我。把你藏在什么地方好呢？他们要抓我回去。去哪儿啊？天上。什么？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。快开门，快点。拉好我。哦。哎呦哎呦哎呦。嘿，单凭咱们俩是撞不开这个门的。没关系，已经堵在里面了，不朝他们跑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先走一步了。飞喽。你们不能走。回来弟弟。算了，他们太快了，别追了。好高哦。我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啊，我还没想好。对了，你为什么离开天空来到人间呢？妈妈整天想着给人间赐予幸福，都不陪我玩，我只好自己来到人间玩了。其实呢，每个妈妈都是这样的，她们其实想和子女在一起的，只是太忙了，无可奈何才离开子女的。只要妈妈一召唤，你肯定就能听到。不会的，妈妈那么忙。再忙，妈妈心里也是惦记你的呀。我不信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作为祥云家族的人要懂得知恩图报的。你有什么愿望，我可以用小小的法力帮你实现哦。真的吗？让我想一想啊。我要见妈妈。见妈妈？这个我的功力还很浅，不能马上见到你妈妈，但是我可以飞，我们可以飞到你妈妈那里，你就能见到你妈妈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妈妈吧。怎么这么多的乌云啊？不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祥云一碰到乌云的话就会被吞噬。那可怎么办呢？救我呀，祥云宝贝。
的东西，敢耍我，我一定让你们好看。何方神圣？就是你这个家伙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今后你就是本少爷的私人财产。幸福探测器显示他就在这附近，一定要仔细寻找。在这儿呢。替替，醒醒替替。小云宝宝，小云宝宝。替替，小云宝宝在哪儿？你快说呀。我们被大风吹跑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呀？不是抓他，是把他送回天宫。你不知道，就因为祥云宝宝离家出走，现在已经天下大乱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孩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的孩子，你快回来。是妈妈，妈妈在找我。妈妈，你看，地上的羊群好像我们啊！我真不该不听妈妈的话，跑到人间来玩。我终于明白提提的话了，其实是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在妈妈的怀抱里。这么说，祥云宝宝作为继承人，肩负着整个祥云家族的使命，所以说乌云才千方百计地出来搞破坏。没错，只要失去了祥云的赐福，天下就会大乱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祥云宝宝。咱们先把弟弟送回家，再去找祥云宝宝。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找。你回家休息吧。可祸是我闯下的，所以我应该也出一份力才对。好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。我们分别寻找，谁找到了探测器的警报，就可以把其他两个人召唤而来。不会吧，竟然掉进这里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我的好朋友。这里没有你的好朋友，别说找去。哼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妈妈身边。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，快走，不许欺负替替。祥云宝宝，你听到妈妈的呼唤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在那儿呢。我回来了，替替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让你见到你妈妈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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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对于父母的呼唤，一定要及时的回答哦。不论出门或回家，都要记得向父母禀告，才不会让父母操心哦。再见。